老师。哦，谢谢，受累了啊。就没有一个女的说喜欢我的是吧？你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谢谢吧啊，天儿也不好，嗯，大伙儿还能四面八方赶到这儿来听相声，不容易，好几千人啊，可见你们是多爱听相声 啊，喜欢嘛，谢谢吧，嗯，刚才是刘鹤春和刘哲，对，比较杨乃武写状，是，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，嗯，我们哥俩跟大伙儿聊一聊，哎，其实都熟悉，嗯，郭德纲，嗯。吕斌、啊，我们两个人在这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不，哎，就，哎，别说废话，把晚饭说出来。我们两个人从2005年，哪儿？你给我证实一下。对不起，说话嘴里不清楚啊。吕斌，哎呵，因为我们从2005年就在这个舞台上，哎、没听说过您。不是，咱不能瞎说，就是不合适。都这个岁数了，是吧？啊，你今年是43，43了。嗯，我比我，哎呦，你真比我大20岁啊。这个，你先等会儿吧。我比你大20岁，虚岁，虚岁，虚岁虚岁也不行，哪有这么虚的？虚出40去。哦，你也没上过学。你比我大3岁，是我39。嗯，到。啊，就这样吧。啊，我都不抬杠。嗯，抬杠比打分挣得多。我也快40的人了，是不能瞎说了。嗯，老话说得好，40不惑。没错，40就不让霍霍了啊。嗨，40之前也没让霍霍过啊。嗯嗯，这么些年来靠着大伙的支持，嗯，一步一步走了今天。是站在舞台上看着各位，我大心里特别的高兴。是有的是哥几个一块来的，嗯，有的是小姐们一起，嗯，有的是一家人一块儿，哎，有的是带着老婆，嗯，有的是带着别人的老婆，啊，还有这个带别人老婆的请举手，我还真有呢啊，哎呀，好，谢谢你们的坦诚 啊，注意安全啊，嗨，可不是得注意安全吗？出门人打了我可管不了 啊，世界太乱了啊，什么话这叫？挺好啊，嗯，对生活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，哎，另外呢，生活中会有种种的不如意，哦，最重要的是坚强，是啊，曾记得法国有一个大发明家叫约瑟夫，约瑟夫啊，1872年他发明了机械风扇，哦，比拜伦的那个技术又提高了一块，嘿，我不知哪个世界方面专家，1872年，嗯，法国的发明家约瑟夫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过，他说生活是非常坚强的。如果你不能坚强，嗯，请把这两个字翻过来，嗯，强奸呢？别说出来啊！别说出来也是这么回事儿啊！约瑟夫教导我们的，这都是，嗯，约瑟夫说这个，约瑟夫嘛，你看一看就不上学的人啊！你知道约瑟夫？约瑟夫嘛，发明家，俩儿子，哦，大的叫约架，啊，二的叫约炮，嗯，呵，您别胡说八道了。但是不管是不是他说的，嗯，生活第一需要坚强。第二需要的是乐观，这是对，有道是家和万事兴，这都是老话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在后台看着谦儿哥，嗯，带着孩子跟嫂子们坐在一块儿，我俩心里边，你先等会儿吧，真行啊，就别想了啊，嫂子门呢？嫂子倚着门呢，干嘛还得倚着门呢？倚着门，这掖着手绢，这嗑着瓜子儿，没听说过。什么形象这是？我今儿也不怎么那么高兴，我告诉你，谁高兴？今儿你们尽量晚走会儿，我愿意多说一会儿。今天你呀，我看今儿您是很高兴，就说这事儿啊，生活就是这样啊，天天在后台，我甭跟别人聊天，就跟德云社这帮说相声聊天就很开心。那是每家都一本故事，不一样的故事哦。我们有一侯震，有人认识吧？侯震大伙儿 都知道是吧？啊，认识啊。侯宝林大师的长子长孙，对，我师弟侯震，说话嘴碎，嗯，像话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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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口头语，脸长得这么大个儿，啊，大脸盘子，跟囊似的，嗨，什么形象啊？侯震就挺可乐的，嗯，侯震跟他媳妇儿，哦，有时候我老说，我说弟妹真是个好人，怎么？因为侯震一天到晚除了跟我出去，要不就演出，要不就拍戏，嗯，也总不着家，嗯，弟妹不错，哦，对老的对孩子照顾着无微不至。哎，啊，所以说我有点时间，我就说，我说你侯震回家陪媳妇待2天，瞧瞧，他也是挺好，哦，回去开个车带着媳妇
这儿逛逛那儿逛逛、嗯、啊，带着媳妇儿，这是前门啊，这是西单，门都没出过呀，西单前门都不认识，没去过嘛，家里活太多了嘛，是不是？挺好，开车这是哪儿那儿，让媳妇儿心里高兴高兴。是，开着开着车一低头，哟，怎么了？车里有一只高跟鞋，哟，侯爷那脸都绿了啊，谁干的？这想半天、啊，赶紧把这鞋顺着窗户扔出去了。哎，一会儿媳妇问：“哎，我脱了你这鞋哪儿？”嗨，这疑心太重了，自个儿你想多了，可不是想多了吗？想多了，把自个儿媳妇鞋都扔了啊。他这不算小心眼儿啊，后台有一位小心眼儿，还谁？高峰，啊，高峰也熟啊。高老板，大伙儿也知道吧？小心眼儿吗？可那太小心眼儿了。是啊，只要一说出门，一回家，咕噔先给媳妇儿跪下，干嘛呀、啊？我走三天，这三天你别出门、哦，我求你别出门。哦，外边坏人太多，哦，怕坏人啊，媳妇儿就得答应啊。嗯，每次临出门找一草棍儿，嗯，别在门上，咵，这干嘛？媳妇儿一开门，草棍儿就掉了。哦，就发现了。哎，下楼拎一口子面，嗯，打门口撒着面，这什么是做贼呀、啊？那是怎么、啊？媳妇一出来就踩上了啊，就知道了，顺脚印就倒着了。好家伙！前些日子我们上加拿大演出去，啊，咕噔给媳妇跪去了，十天啊，十天，这回长十天别出门啊。媳妇也答应了，是出来之后走到门口给小区保安100块钱，这是看着这儿，我们家谁来了到时候告诉我。哦，还派盯梢的。十天之后加拿大回来一进小区、嗯、有人吗、嗯、啊，保安说就你走当天来过一送信的啊，嗨，到现在还没下来呢、嗯、啊好嘛，就这送信的要命你知道吗，其实开玩笑，这都小心眼过分的人，嗨，过了，你要说真有毛病，就是我们后台叫孙悦的有毛病，哦，那大胖子，大胖子孙悦，嗯，说相声的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啊，都是，哎，这个孙子呢等于是这孙子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外孙子、哦、这个外孙子啊，把外子搁出去啊，这两天没来，嗯，他那个闹嗓子，是，嗯，在北京什么医院住了那个肛肠科那儿检查、啊、闹嗓子住肛肠科呢，耳鼻喉科没有床了，对了，床了给挪那儿，反正差不多差不多，差远了，这怎么能差不多呢？也就一讨来的劲儿，不要紧的啊！啊，就这么大，大胖子，我们整个后台就他啊，嗯，道德沦丧。哟，怎么了？你想那模样，你看那模样像好人样吗？哦，就这么大个吧。嗯，他站这桌子后边，桌子挡不住他。啊、太宽。这演出没事，自个儿就出去了。哦，咱也不知哪有那个地儿，他老能找着。小房间点一小灯泡，哦、小粉灯，满处去啊。嚯、哦！看啊，嗯，里边那，进来。还叫他，摇头转身就走，哦，什么不好看，不是进不去那门，哎，嗨，哎呀，就冲这也得减肥是不是、啊、大胖子演出完净这出，嗯，他跟岳云鹏在一块说相声都知道，对、啊、岳云鹏孙悦啊、嗯、那回真成功了，哟，也不哪家那门这么大个，哦，啥事儿进去了，嗯，跟那儿住了一宿，很开心，是啊，很开心啊，花了30块钱，嗯，多少钱？30块钱，30块钱，30块钱，哦、嗯，咱不知道是优惠也是怎么回事，啊，那赶上打折的时候，店庆的时候，哪有店庆啊？这，我也不懂，那没去过。胖子，咱打那屋一出来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哟，对不起自己的媳妇儿，怎么呢？你想想，媳妇儿对他这么好、哦，干了这么一件事情啊，良心发现，哭了就回家了。嗯，进门跟媳妇儿就说：“我要跟你说啊、嗯，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是一定要原谅。”哦、不能干一件坏事就否定他的一辈子，真是谁都有亏心的时候，谁都有对不起的时候，承认只要说出来就是好同志，对对对，媳妇也哭了啊，是啊、嗯、我是跟岳云鹏有一腿啊、嗯嗯、什么乱七八糟的、嗯、把媳妇给勾出来了、嗯、这都真事儿，哪儿那么些真事儿，我听岳云鹏说的，这都是啊，哦，那真事儿、嗯、那别瞎说啊，现场还有孩子，你让孩子谁说、啊、孩子怕听不懂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别听，他早晚也得听得懂 啊, 啊，已经听懂了，是吗？我看拿着本正记录呢。我小时候有这么好学，真的，这是好学。嗯，要说起来，这后台最好的人就是于老师。哎，到我了，真的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你瞧，长掉门了。但是您是这份的，真好，您有很正确的。人生观、世界观、武装观、白云观，哎，别说了，我这出家了是怎么着？您确实是挑不出毛病，
您客气，感谢您的父母为中国相声界带来这么一个笑话。哎，笑话，我成笑话，带来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您又客气了。43，对，43年前那一天，中国相声界出了一件大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您的降生。嗨，据史料调查，那一年天气不好。是吗？天下大旱。没水。何止没水，没有水，没有粮食。哎呀，那一年仓也空，井也空。哦，仓井空了呢。哎，我怎么跟那位还有联系呢？不太清楚啊，反正好记，就那一年。哦，天下大旱。嗯，你父母在家里边很焦虑。是。你母亲也去，因为就那天生了你嘛。啊，对。但你母亲很焦虑。是。不知道有孩子。啊，傻丫头，这是。都那天都生了，都不知道有孩子。不知道那天会生的。哎，您说清楚了。老太太坐在屋里边，嗯，打肚子，嗯，叼着烟卷，还抽呢。我妈这是要取经去是怎么？什么模样这是？也不想吃饭啊。老头还问呢，嗯，夫人你吃点什么呀？老太太，嗯，唐僧到哪儿了？好家伙，老妖精这是。要吃唐僧肉，有唐僧肉也吃不下去。你提这干嘛呀？啊，到晚上睡觉，嗯，你母亲就觉得这肚子拧得横那么疼。到时候他往下坠啊！我是没生过孩子啊，那你就别形容了。我想横是得那样是吧？啊，你就别想了。我就肚子胀胀难受，哦，一直往下坠，往下坠。是是夜里12点，哦，老太太坐着，我睡不了，不行啊，这肯定是不行，这要生就太又一劲儿往下坠。哎呀，老头儿就喊。加油！哎，嗨，有他什么事？使劲，嗯，使你使劲，老太太一较劲啊，苦叉，这一炕拉了是怎么着？生生，不是你是没生过孩子，可你拉过屎，不是这声可对你这，你说这么肮脏的话题？废话，哭叉生孩子呀！哎呀，嗨，行行。行了行了，哗啦啦啦啦啦，也没有这么大事。哗呀呀，哎，生一花脸出来是怎么？叮当的咚子当的，葫芦娃。不懂不懂，你不懂就别形容了。没生过吧？啊，就啪嚓生一大胖小子。哎，我摔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家人都高兴。啊啊，这回算行了。啊，老太太也高兴。哎呦，感情是有孩子了，多新鲜呢！可不是有孩子了吗？你真好真好啊！啊，到了满月那天。家里边亲戚朋友都来了，得祝贺啊！啊，大伙儿都哟，这孩子了不起。是，家里有一上岁数的那个，咱不知你们家什么什么老爷爷那身份的啊。这孩子好哦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哦，看面相，嗯，日后必有汗脚。这孙子怎么瞧出来的？这是，你这可差六辈了啊！这差几辈也不成啊！嗯，了不起。嗯，把孩子举起来用太阳照一照，这是干嘛呀？老年间的人讲究迷信。哦，孩子举起来拿太阳一照，地上有影子。哦，影子不叫影子，叫魂魄。哦，这是魂，影子代表着魂。哦，如果影子深浅，它是有一定说法的。怎么讲？这个影子特别的浓，特别的深，嗯，说明这孩子日后没有出息。哦，影子特别的浅，嗯，哎，说明日后他了不起。嘿，看看浓淡决定他的命运。哎，这看一看呗。照，举起来看看这魂，我怎么样？哎呦啊，这孩子这魂淡，嗯，啊，魂淡呐。这老头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就是说你的魂呐，啊，影子浅啊！你说浅多好啊！在日后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果不其然，啊，我们见证了这一说法。我是真混蛋的是怎么？这还见证干嘛呀？就说你是一个人才啊！好，方方面面挑不出毛病来，那是完人了不起啊！没有 啊，首先说身体好啊，那是就这一后台说相声的百十来人，啊，身体最好的谦儿哥。确实不错。他秉承着一个宗旨，嗯，三快。怎么叫快？吃得快，睡得快，拉得快。不，这也好啊。这个咱实话实说啊，嗯，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得病的。是，没有避讳说，我们就回避一下，谈不到。嗯，吃得快，啊，荤的素的，凉的热的，甜的咸的，什么都能吃，不忌口，不挑食，营养均衡。是，吃得快。嗯，第二，睡得快，睡，躺下就着，这好吗？有的时候有点愁事也有。烦得慌，嗯，躺下数羊吧，哦，躺那一只羊，这就睡了，别数好不好啊？睡着了 啊第三，拉得快，
不是，这怎么个好法？这个好像说的很脏，但实话实说，列位，这你说谁不上个厕所？是不是？啊，咱没有必要人为的拔高。哎呦，这位都成圣人了，他都不去厕所，嗯、你这是个貔貅啊，是吧？嗨，那也不对，谈不到，拉得快，怎么好？排泄功能非常的稳定，而且有规律。哦，规律，哎、每次都拉得饱饱的，真的。啊，这什么话这？不是，我往回拉是怎么？啊，就快快的啊，快就完了。快，而且时间是有规律的。哦，每天早晨8点钟准拉。哎，你这定点儿，9点准醒。我每天都拉炕上啊，我这生活不能自理了，我这个数十年如一日。哎，好嘛，那瘫了不是多少年了啊，挺好。不光是身体好，这个人心眼儿还好、嗯。主要是心眼儿。凡是长寿的人都是心眼儿好，是吧？他老算计人，他就好不了，是吗？这个人没有。哦，后台老拎着一包，这干嘛？跟演出没有关系。那是做好事用的。怎么做好事？拎着包，德云社演出小剧场，嗯，旁边那个小饭馆找来，于老师帮忙，帮什么？厨子忙不过来了。哦，头总，我这就去。哦，厨子我行。打开拉锁，拿出一白大褂来，穿上。我自备白大褂。你看，来白帽子戴上。嘿，本人那儿唰唰唰唰，连切带炒，哦，一套，哎，不要钱，白帮忙，就是热心肠，就好这事儿。脱了，不见几位，走了，回来了，别好了，搁包里，又有来找帮忙的了。这是于老师，街坊孙奶奶去世了，这我儿子在国外回不来，嗯，短孝子出不了殡，孝子我也成，头走，我这就来，把白大褂拿出来了。多用的这是，白帽子，夸，嗯，到哪儿去？自个儿预备好了，这是折叠着一翻儿，我浪吹的是怎么？这我都备好了，专英这个的是，专英孝子贤孙，我没听说过啊。一会儿又找来了，啊，这边体育场要比赛了，这我能帮什么？啊，于老师，来，你给检查一下吧。这是验兴奋剂。这我也懂，运动员有的时候跑得快、游得快，人家怀疑是啊，是不是喝药了啊？怎么办？得专门验兴奋剂。这个到这称呼都不一样了哦。于大夫，那是人尊重我。好，你偷走，我这就来。哦，白大褂又拿出来了。哎，我都这紧着白大褂接活，我啥做不了啊？嗯，到这儿了啊。嗯，于大夫到。呵，远接高迎。一推门，嗯，于大夫来了。嗯，进这屋是啊，检查兴奋剂其实就是验尿。啊，对，一进这屋啊，嗯，有大条案桌子，一杯一杯都摆好了。哦，这我来检查。有请于大夫。啊，这非得我来不可呀。把口罩摘了啊！我还戴口罩去，摆手套。嗯，可以了。啊，嗯，拿起一杯来。看一看颜色，嗯，哎，你看他，哎，不是，那这位尿出茶叶来了是怎么？我这吹什么呢？掏出一根吸管来，哎呀，别这样，我不要吸管好不好？这个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那我白喝了。你又拿起杯来，嗯，哎，一口还不成，嗯，怎么样？血糖偏高。嗨，这跟运动员都没关系。你注意个人卫生。哎，咱们说点正经事儿成不成？这个呢，结石。嚯，这都是运动员吗？这个，哎，也有喝不下去的时候。我坚强。行行了，约瑟夫教导我坚强。我这时候想起他来了。哎，这有药。哎，这兴奋剂太大了。这个
这屋喝完了啊，请于大夫到下一个房间。还有，迈步走上这屋来。哦，大桌子，老是这个。这屋桌子摆大杯啊，这么大大杯。于大夫，请。你瞧，哦，我很兴奋啊，好过瘾呐、啊！哪儿就过瘾？我尝尝得了，嘿，这个，哎。哎，什么项目啊？赛马那马，好家伙，我什么都管呢，合着了不起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净喝尿，心眼好，心眼好，这胃口好啊，不是心眼好，喝嘛嘛香。哎，没听说过，不光这个心眼好，嗯，脑子还聪明呢。哎，脑子确实是，脑子不好能赢这活吗？是吧？啊，缺心眼儿，这叫德云社后台啊。说句良心话啊。外号叫科学家。怎么叫科学家？真打科学家跟后台，我想你看玩那个玩什么都是他头一个。嗯，手机下载软件也是他头一个。哎，我好这个。刚开始玩微信也是他。对，跟那玩。我说什么呀？嗯，微信是。哎，发图片、发语音、发什么都行。嗯、你看我给你嫂子发一个啊，我写给媳妇发一个。嗯，老婆你在干嘛？发完了，给、哎、你拿着、嗯，我接过来了。上面有一行字，写的是对方正在偷人。什么？你出事了啊？咱你就问什么呀？嗯、啊，对方正在输入。什么学问呢？你这是？这俩字儿能弄乱了你？我冷汗都下来了。多新鲜！我以为你知道了呢，是吧？哎、知道什么了？我就啊，你破案了呢？没听说过。玩这个头一个啊，玩那魔兽啊，后台头一个啊，德云社后台那角那儿有一电脑，他跟那儿、嗯、头一天我就在跟前嘛。我说你干嘛？注册，啊，那上注册有个注册名啊。哦，我写于谦儿，嗯，不，没有写真名字，是啊，都写一个那个注册名编的网名起的。我说你叫什么呀？嗯，叫什么呀？他在后台辈儿是最大，嗯，我徒弟都管他叫大爷。对，啊，想半天，嗯，注册名，我这个名字是谁的呢？嗯，你大爷的。怎么起个这名字？就是每次一登录一行大字儿、嗯，欢迎回来，你大爷的。好家伙！先挨句骂。嗯，他们玩的叫什么团队副本呢？是叫什么一帮人打仗啊，联网。你听到耳麦里边、嗯、你大爷的快点、哎、恨疯了我了这几位都。嗯嗯，挺了不起的、嗯、玩会儿游戏、嗯、放下了毛笔抄起来了，这是练字了。哦，书法也练。你不服行吗？啊，练字、嗯、练毛笔。哎，观众进后台，于老师给签个字吧。啊，抻着那宣纸。哦，宣纸给你写毛笔的，见身份写于谦。哎，夸这抻好了，是颜德墨添饱了笔。哎，一挥而就写于谦啊。对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？我这名至于写那么长吗？净写错、啊。哎嗨，这就别练了啊！写毛笔字、嗯、啊，一会儿我坐着开始写作。啊，创作！呵家伙，你写什么呢？嗯，《孙子兵法》。我这也用我写？你了不起呀、啊！于老师，等会儿，嗯，别叫于老师，那请叫我孙子。哎，什么名儿这是？不服行吗？啊，这儿一喊孙子，哎，嚯，坐那儿一玩这个里边，你大爷了，快点！好家伙，净干辈儿上了啊！玩会儿写会儿，一会儿看书。哦，后台一大字台。哦，摆着各种书籍。看书，古今中外没有看不到的书，全看啊！什么《三国》呀、《水浒》啊，哦，《西游记》啊，四大名著，《西厢记》嗯，《西毒记》啊，《西毒记》没有这书，叫什么来着？反正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对啊，什么国外的书也看，嗯，《钢铁是种子炼成的》啊，河北翻译的吧？这是，还种子炼成的，什么口气这是？是种子炼成的？哎呀，简直了！怎样练成的？怎样练成的啊？对，这都看啊啊！大桌子，这摆一本书，旁边放本字典。嗯，字典边上是工具书。这是怎样查字典？全不会，三本一套啊！必须一块看，看看这个，看这个。这是闹耗子呢，是怎么？因为看书把街舞都练出来了。没听说，我太忙叨了，我这。了不起啊，没有什么，正因为您的综合素质啊，才娶了我们嫂子啊。我媳妇儿你差一点儿，你媳妇儿都看不上你。
是吧？媳妇眼界高啊，要求高。有人见过啊？可漂亮了，是吗？比她小三十来岁啊，小孩啊，不是她比你小啊，比我小几岁。就是、你要到七十多岁，她比你小三十来岁，还是差不多的那。她比你小，就是比我小，特别可爱，大眼睛。哦，那么大，大眼睛，尖下颏。我每次看见嫂子，我都得想，嗯，葫芦娃会来救我的。哎，好嘛，主要看见妖精了，这是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您得尊重嫂夫人这份儿啊。多的见着都是哟，德刚啊，上家吃豆腐去，去吧。啊、什么话这叫？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会炒菜，麻婆豆腐做的是最好啊。您说清楚了，这你家吃豆腐去啊？你别逗弄了，这叫去去去，上家去，咱规规矩矩的跟嫂子。有时候去了也是买的水果，买的什么啊？进门啊，嫂子您挺好的啊。谦儿呢？哎呦，你来的正好，他刚走啊。哎我刚走就来的更好，不是我不知道你走啊，不是你说、啊、进来快进来吧，进来坐那洗澡洗澡洗澡，咱别胡说八道，买那冬枣洗澡洗澡吃，怎么这么别扭啊这是？说句良心，我跟谁开玩笑？我跟嫂子不逗，我瞧出来了啊，你这个心态是真好，哎，那是。再一个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就算我开玩笑，谦儿哥。不会胡思乱想，那我们过这哥俩交情在这儿了，对对，一块长起这么些年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嗯是不是？打我想我打十几岁到北京，嗯，就哥俩一块玩，是，这也算发小了，可不是吗？是不是？嗯，我有时候一想起原来挺可乐，是吧？嫂子非常好，但是谦哥您得承认，嗯，倒退些年，您的这个爱情不是很顺利，啊、哦，这倒是有点坎坷，这个不堪回首话当年。谁没个十七谁没个十八呀、啊、都年轻的。是不是谁的烟囱不冒烟，这很正常。过日子吗？小的时候他爸爸给他弄的什么嗯娃娃亲。啊我那时候还有。他爸爸老古板。啊这个谁谁的闺女跟你一块两口子之后、嗯、小孩懂什么，他四岁。啊那女的七十二，你想啊这两。我不懂那位得懂吧。那七十二差太远了。不是其实啊其实二十多。也差不多，没成、啊、直到后来一次一次的交朋友都很不顺，是，其实小时候我们都崇拜他啊，他比我大好几岁，他都懂，什么都不懂啊。我想那年我十九，那年他二十三四，那会儿，对，那回还问我了，带你出去玩去，你去吗？啊，跟着我一块儿，哪儿啊？嗯，歌厅去吗？我那时候就泡歌厅。你看，咱说良心话呀，啊、那会儿十八九的孩子懂什么呀？是一听说这么有诱惑力的事情是吧？是，我们是抱着批判性的心理去学习的。您那时候就批判了，开始。走，咱去。真感兴趣，带着我去挥霍，挥霍。我们俩坐二十九到八幺七，然后换三百到九三七，庞各庄下车。嚯，到郊区了。夜里边，霓虹灯闪烁。哎呦，几个大字儿。嗯。翠沙人歌舞厅。进了西瓜地了吧，咱们。进门一瞧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。哦，高档，站着一堆美女啊，嘿，都穿着绿色的衣服，上面一道黑一道黑的，都拿西瓜出来的是吗？都跟那儿唱着情歌，情歌，吃了一杯脑快嘞，杀了你的口儿甜了两个，这就是卖西瓜的这个，老北京风情没有，人家这叫西瓜派对，哦，西瓜派对，啊、坐那儿吧，坐那儿我都傻了，哦，没来过这个，嗯，人家跟这儿啊。不是我身份啊，嘿，一瞧就老来熟啊，把烟搁在桌子上，嗯，撕一张烟纸，是，烟一阵卷着抽啊，省点是点嘛，点上烟，啊，来小妞，你瞧这老手，人家有负责人过来了，啊，哦，那个要什么样的？嗯，听说你们这儿有留学生是吧？好，介绍一下。有刘英的、刘德的、刘法的，嘿，有刘宝的，还刘宝，保加利亚的，嘿，刘宝的啊，来刘宝的、啊，一会儿这刘宝这回来了啊，站在这儿，嗯啊，先生吃点重米啊，刘宝定的这是，你吃驴肉货着不？这行了，这不是刘保加利亚的这个，反正就带过我去过这么一次啊，后来不带我去了，那是因为您知道这个泡妞这个工作不适合团伙作案。单独的、啊、哪见过组团泡妞的是吧？没听说过，早晚也得便宜一个人啊。后来他再也不带着我了、哦、得亏没带我，是吗？后来就交往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女朋友，搞对象。我印象中那是个三月份，哦，春天吧，三四月可能是、
谦哥一个也是他的光棍儿，那会儿25、26、24、25了，嗯，没有女朋友，嗯，春天去踏青，哦，踏青，哎，找了一个公墓啊，我上公墓踏青去，清静啊，清静，倒是没人，看看上坟的，看看烧纸的，是吧？哦，你看来回溜达溜达，业余生活太乏味了，走着走着一抬头，哟，这是坟地里有一墙头，哦，墙头上面坐着一个女孩。这什么女孩？这是很斯文啊？是吗？坐在墙头上，叉着腿坐着。嚯，这还斯文呢？这手拿着烟，哎呦，这手拿瓶啤酒，烫一脑袋花，这很有夫妻相。一眼就看中了，那得看这日子能过到一块儿啊？嗯，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谦哥三大爱好是抽烟、喝酒。烫头，您就别，我要批评你们说的不齐啊！我们再来好吗？啊，于老师三大爱好，有意思吗？你们有意思啊？闲着也是闲着啊！一瞧这女孩，当时谦哥就站住了，愣了，太好看了哦呀！猛抬头。用木撒墙上现出一位女菩萨，菩萨她在墙上坐，就好似日出东山飞彩霞，一轮明月将心里照，雪地里现出一盆花。虽然她不是天仙女，月里的嫦娥比着她，若与此人成婚配，抽烟喝酒烫头花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传统戏，哪有传统戏，特别开心啊，啊，高兴，不离开这墙了，来回跟那走柳啊，哦，在围着墙转，来回走啊，哦，这女的乐的呀，嘿，谦哥问你乐什么呀，嗯，你脚底有屎，嗨，我光看上头了，我打这儿起两个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，交上朋友了，谈了有一个来月，哦，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，我要带她回家见你父母，这是大事儿。女孩也特别的开心，嗯，特意的打扮得非常的淑女，嗯，把头发也弄好了，烟都掐了，嘿，跟你回家见父母去吧。一进门你父母特别开心的，那是啊，儿子终于有了女朋友了，就盼着，快坐着吧，嗯，打姑娘进门你爸爸不说话，哟，全是你母亲那儿张罗着啊，不好说。姑娘挺好的呀，啊，叫什么呀？嗯，属什么的？多大岁数了？问一问啊，就吃水果，吃糖，反正家不长理不短这点事儿呗。热情点吧，啊，聊天嗯，聊来聊去，突然间，嗯，你母亲问了，嗯，这个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问到这个，姑娘愣了。那个，嗯，我是单亲，哟，嗯，从小没见过我父亲，跟我妈长大的。嗨，哎呦，对不起呀，啊，姑娘，啊，那个你妈。叫什么呀？嗯，我妈，我不敢说。这有什么不敢说的？子不言父，女不言母，这是尊重。什么年代？我母亲有个外号叫一朵花。嗯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？你爸爸站起来了。嗯，他是听出什么来了？你们家住前门外大石料胭脂胡同。哟，小时候住那儿，后来搬了。啊。姑娘你坐着啊，你坐着，来，你们进来，叫我们，这时候来着你，这时候来着你妈，哦，三口进屋了，是把门一关，老头眼泪都下来了，嗯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你瞧瞧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年轻的时候犯了点错误，你说说吧，这姑娘你不能跟她交往，为什么？她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妹妹，你瞧这事儿闹的，眼泪下来了，那哪行啊，这谁想到出这么一个事儿，嗯，这哭着，她妈站起来，啊，没事儿子，怎么呢？好好跟她交往，因为什么？你不是你爸爸的，哎，这不是。